先看卖家秀。一天能卖2万多瓶，也就是20多万吧。很多时候早上不好，下午就卖完了。用的是我们四川的美人蕉，小米辣，美人蕉提色，小米辣提香，特别下饭。一打开盖子都是清香味儿，爱吃的一般都是一碗白米饭配3瓶辣椒酱，麻辣鲜香，越吃越想吃。重点是方便，丈母娘来家里开瓶配米饭，绝对彩礼不要，媳妇儿到手。怎么一天能卖20万？那不就一辆宝马首付到手了？那我必须得买回来测一下。买回来了，23.8块2瓶，打开看一下好不好吃。这款酱呢，它的资质是蛮齐全的，然后生产许可证也是有的，保质期是90天。它的生产地呢是四川，配料表是辣椒、食用油、蒜、味精、盐、葱、花生、白糖、芝麻、生抽、花椒、香辛料等等。一瓶是280克，也就是说半斤多一点。现在咱们就来尝一尝这款下饭神器到底怎么样。现在你们来预测一下，觉得好吃的扣一，不好吃的扣二，觉得我上当了的扣360。打开一瓶闻一下味道，哇，蛮香的不？现在咱们来拌米饭吃，看看到底好不好吃。油是蛮多的，咱们先拌一下啊，等会儿就开喽。我看他视频上吃的是真香，来，粉丝先吃。太香了，这个辣度可以，干饭人干饭魂，干饭人吃饭得用盆，干饭人有精神，吃饱了都进不去门，干饭人胃口大，一张大嘴吃天下，干饭人爱犯困，一到饭点就精神，要问干饭哪家强，你我皆是干饭王。还有谁自己不喜欢做饭的话，去外面2块钱买一份大米饭，拌上这个酱，再放个火腿肠一吃，哎，美滋滋。不愧是下饭神酱呀，真的挑不出来毛病，辣度也可以，价格也挺亲民。综合评分7分。